我是西楚将军，为了协助西来之人李默做我皇位，常年征战沙场。虽然九死一生，遍体鳞伤，但是我从不后悔。如今天下安定，他也兑现了当初的承诺，让我卸下铠甲，以皇后的身份陪伴在他身边，如同寻常女子那般。 为他孕育子嗣。听小菊说，这个小家伙经常踢你，害你很辛苦。不会，他是学了我了，身手好。那也不能太折腾你母后，不然等你长大了，父皇收拾你。 皇后娘娘，深夜凉寒，您又有孕在身，就别站在这里等皇上了。奴婢扶您去休息。她去行宫多日，怎的还不回来？听闻最近有乱党出没，不行，我要去找她。娘娘，别勉强自己，皇子为重啊。有一件事，小菊不知当讲不当讲。 何事？其实皇上去行宫是同新贵妃一起去的，为了筹备册封皇后的大典。皇后？什么皇后？您还不明白吗？皇上，皇上他要废了您，册封新贵妃为皇后。不，不可能，这不可能。娘娘。 娘娘，娘娘，娘娘，你怎么了？小菊，我可能要生了。快来人呐！皇后娘娘要生了。再忍一忍，我们马上就到了。小菊，我鬼节吃不住了。皇上呢？他来了吗？皇上，皇上，小菊，你的娘娘难产。 还不快去帮忙！奴婢的娘娘从始至终只有心儿小姐。哦不，马上就该叫您皇后了。小菊，你要干什么？你疯了吗？你难产了，皇上命我帮你生孩子。你难产！皇上命我帮你生孩子。 娘娘，娘娘，将军你，他若平安产下这个孩子，朕就砍了你的狗头。你为什么？平日不敢动，今天还怕你不成？你一介女流，却为整个西楚皇城征战沙场，坊间都在诋毁朕的昏庸无能。 就是朕的耻辱，这可是我们的骨肉啊！那又如何？从头到尾，我都是在利用你，让你怀孕，也是为了趁你虚弱，要你命。求求你，放过我们的孩子，皇室恩情都是假的吗？姐姐还不知道吧？黎墨哥哥。 心里只有我一个，若不是忌惮你的兵权，他怎么可能对你虚伪？还有我那个惨死的弟弟，我就再告诉你一个秘密。原来是这样，雷姐。 启禀皇上，皇后娘娘，孩子已死于腹中。做得好，我的孩子。你不是想亲眼看着他上路吗？那就送你母子一起上路吧。
能重来，我定要你们血债血偿。慕容将军，果然不同一般女子。被五花大绑了还能睡着？你理解？之日，我这是回到了五年前吗？我还活着，太好了，我回来了，我还活着。什么？你回来了？李姐，王爷，你给我松绑，我有话跟你说。放了你，然后让你在我的府上打他，再把情报交给林墨是吗？本王有这么愚蠢吗？你胆敢算计本王，本王定会让你生不如死。你放开我！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打的什么算盘吗？慕容家的细作！你要干什么？本王定会让你生不如死。你以为我不知道你的阴谋？慕容家的细作！你要干什么？王爷，你听我说，我们结婚已成事实，我现在只想与你相安无事，应付那些想监视我们的人。相安无事？你觉得以你的身份能跟我相安无事吗？你嫁到我家来不就是为了监视我？那都是林墨的诡计，是他暗中情旨赐婚你我，我根本就不知情。空口无凭，你如何说服我？林墨之所以逼我嫁给你，就是为了有朝一日借我之手除掉你。我们是有非敌，你信我？你跟他是青梅竹马，你为什么背叛他？林墨，你上路吧。我恨林墨入骨，他现在拥有的，我一定会亲手全数毁去。请王爷为我松绑，我为王爷细细道来。所以你刚才说你要背叛黎墨与本王结盟，可你不知道本王一向无心从政。你如何判定本王就会答应你呢？黎墨日后登基，残暴苛政，百姓不得安宁，王爷当真会坐视不理？你又怎么知道他日后的所作所为？简直是一派胡言。王爷会答应的，我了解林墨，同样也了解你。了解我？王爷刚才想用蜡烛伤我，不妨用这血帕子，一样可以应付府里的眼线。难道你是先知不成？有意思，本王答应你，今天就放你一马。我给你三天时间，让你证实你自己所说的话，否则本王绝不轻饶。
小姐。你在做什么？小姐，你受苦了。没想到王爷他竟然……启禀皇上，皇后娘娘，孩子已死于腹中。那你昨夜为何不来救我？主子有难，你在一旁做事，到底是何居心？不是的，小姐，昨夜奴婢被王府侍卫拦在院外，进不来。还敢顶嘴？当真以为我心慈手软，不会同你计较是不是？从明天开始，我不想再看见你了。小姐，求求您别这么狠心，再给奴婢一次机会吧。不忠心之人，我要如何信任，留在身边？小姐，小姐绝对忠心，哪怕做小姐身边的一条狗。狗？何必这样？小姐，您可信我了吧？小菊该死，是小菊的错。小菊该死，小菊该死，小菊该死，小菊该死。行了，我也没让你这样证明。是小菊自愿的，只求小姐能原谅。我就知道，你对你的主子最是忠心。谢小姐，谢小姐，谢小姐，谢小姐。你们等着，这只是个开始。你们欠我的，我要你们一点一点全部给我还回来。王爷，查清了，前些日子二皇子确实频频入宫与皇上谈心，过不多久皇上便下旨赐婚了，王妃应该所言不假。王妃？这称呼你倒是叫得顺口啊。那应该叫什么？按照目前的形势来看，不能够判定他和林默不是一伙的，而且本王还不知道他的虚实。不过后天他就回门了，我倒是很期待他的表现。你说秋雨被困于此，原来是阴谋。为了二王爷，我什么都可以做。飞鹰堡事件之后，本王明知道你会杀我，但我还是等你回心转意。莫老秋雨，你可曾真心待过我？做梦了？没有。没有？那你刚才为什么一直说对不起，而且还呼唤本王的名字？你是有什么心虚的事情？我做的梦与你无关。你不是要与本王结盟吗？这就是你的诚意，王爷。我会用行动证明给你看的。回门那日，我会装作疯癫的样子应付他们。
他们以为你我并不同心，必会放松警惕。你要是想看好戏，记得配合。装疯，我得告诉晴儿小姐。齐殿下，我为您引荐一下，这是我的夫人，刘云。母亲，我的裙子，仙儿，哎呀，你的衣服，你怎么回事啊？这件衣服的料子可是圣上赐予你父亲的。你怎么能如此不知分寸？母亲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你在回门宴上失仪，对圣上与母家不敬，该当何罪？还不快跪下！七王爷，啊，不对。现在应该叫您姐夫了，姐姐，欢迎回家。啊，姐，姐姐，你。秋雨前段时间精神不佳，萎靡不振，怕二老担心，所以一直没有告知。这次回门呢，就是走个礼数，我们吃个便饭就走。好，来来。可是依我看，姐姐是装的。姐姐向来性格坚毅，经历这么多事儿，怎么可能说疯就疯了？而且姐姐向来有主意，是不是你对母家不满，所以才出此下策？姐姐，我们是怎么得罪你了呀？秋雨，你母亲走得早，我一直拿你当亲女儿看待，可你又是怎么对我们的？哎，你妹妹说的没错。你平日里意志坚定，从不生病。不过你这次，难道真是装的吗？太医已经诊断秋雨是生病了。你们是把本王当蠢货吗？还是说你们觉得我会被他愚弄？馨儿，你无凭无据。为何要怀疑你姐姐呀？馨儿也是好心，她是希望姐姐没事才闹了这么大的误会。秋雨这样也属实叫人难做，不知道还以为我们亏待你了呢，叫人笑话。秋雨，娘，夫人，娘，傻子，娘，你怎么了？秋雨，娘，你怎么了？娘。清醒一点！老爷，傻子，晴儿，你秋雨刚才，兴许是发病了。如果有做的什么不好的，大家不要见怪。晴儿，你姐姐生病了。你在齐殿下面前这样无礼，多有失体统啊！是仙儿看见母亲受伤，一时失态了。既然姐姐真的疯了，那仙儿略通医术，可以好好为姐姐医治一番。也好。啊，对对对，仙儿，快去吧，多一种办法总是好的。去吧。小菊，还不快扶大小姐回房！姐姐，现下他们不在。在我面前，你就别装了。
你不是真疯，对吧？你骗得了所有人，却骗不了我。如今，你一心中意的林墨哥哥看了你这个样，该如何看？姐姐，你怎么了？你说话呀！小姐，你怎么了呀？别怕呀，小菊会保护你的。看来姐姐是真的疯了呀，那让妹妹好好为姐姐诊治一番。姐姐可能会有点疼，你要忍一忍哦。姐姐，你还挺能忍啊，我看你怎么忍。我忍你很久了。来，七殿下。老爷，这都进去这么长时间了，怎么还不出来呢？秋雨是女将军，身子骨强壮，若是治疗的时候反抗，花费时间也自然。对呀，希儿身子纤弱，若是那丫头发起疯来伤了希儿怎么办？我得去看看。夫人，您就不怕二小姐不小心扎伤了秋雨？二小姐是你女儿，秋雨就只是发疯的丫头吗？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只是担心。那便让他们好生治着，本王尚且等得，夫人就等不得吗？哎呀，夫人呐，两个女孩去给人针灸看病，能有什么事儿啊？你就别让七殿下看咱们慕容家的笑话了。坐。来，七殿下。你果然是装疯的，我要去告诉他们。你不是谁啊？我妹妹在哪里？你把妹妹还给我。我不是你妹妹，我喊你是谁啊？小姐，是小姐藏在哪儿了？小姐，那等把妹妹还给我。小姐，她这样怎么可能是装疯的？你喊的什么邪？我妹妹呢？秋雨，你放开我！你这个疯子，你放开我！石灿，老爷，我真的听到仙儿房间有声响，我真的得去看看。是我妹妹，秋雨。秋雨，杏儿，二小姐，你究竟对她做了什么？